在你身边的人是一个可以跟你跑遍大大小小音乐季，然后听着摇滚乐开心的摇头晃脑的可爱女孩，你怎么能够不爱上她？你怎么能不爱她一辈子？那跟她分享的生命中很苦与乐，受到自己那个完整无缺的灵魂。对，那今天我身上穿的 T 恤是我们五年前 也是四月份去舞蹈馆看 Stone Roses 的巡回的 T 恤，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出国看团的纪念。那未来的日子，我们刚见证了一对新人啊！